我的乌尔贝伦大草原这牌有点难搞，但要是他不要那小王，我只有小王，怎么是我？小王玩个锤子哟！炸！哎，你这家伙玩不起啊！这是。嘿嘿，咱们要去钓鱼嘛。答对了，不过没奖，三根木棒外加两根毛线，鱼钓鱼竿好了，还有装鱼的铁桶，完成了。走，赛斯，出发。走喽走喽。钓十斤鱼。他们是谁？哎，我为什么在这儿？赛斯与红玉赛斯来到了湖边钓鱼。钓鱼，钓鱼，钓鱼，钓鱼。对我三次来说，钓个鱼还不是轻而易举？鱼上钩了，这家伙，看我的！有情况。嘿嘿，我抓到鱼了，三次你输了。我小老弟行不行啊？这整半天啥也没有呀。就在这时，水下突然传来一阵动静，是鱼儿上钩了吗？游戏，谁说我钓不到鱼的？鞋，鞋，这生存太容易了吧？说什么钻石很难得到，我第一天就拿到了。可又有谁知道我这么厉害呢？哎，他们是谁？等等，有个箱子，嘿嘿，白嫖之力发动！哈哈哈！这里的水很深，小伙子你把握不住的。好像被什么猛兽盯上了。哟，我刚没看见呀，这不算什么。这么久不见，你们还是那么帅气。滚，少来套近乎。你刚刚是不是想白嫖我们的东西？不不不，大哥，误会了误会了，我只是怕你们不注意，物资被白嫖，然后照看下。照看？照看什么？这啊！西巴什么玩意，直接下手了，这人有点恐怖。红衣你怎么看？我看，我看毛线，能怎么看？再怎么看，咱们还是不要认。放心，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，没有别的想法。今天正道的光又洒在了大地上。